不去兔来一岁长。今天在抖音上刷到的基本上都是徐指导徐根宝的家宴啊，那当然少不了范志毅他的大徒弟啊，也是滔滔不绝啊。总之不管是徐指导还是范志毅，对中国足球殷殷啊切切的这种真爱啊，也是落实在行动之中的。因为他们不仅说了一套啊，还做了一套。如今是桃李满天下，根宝训练基地啊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青少年训练基地了。在这里呢已经培养出来非常多的啊这个球星，已经成才了，是吧？那徐根宝看着身体还那样的硬朗啊，思路还是那样的清晰，所以在这里呢也实际上还得祝徐根宝啊那个长命百岁，为中国足球训练出更多好的苗子。当然也希望中国足球队的队员们啊不负这么多人的期望，不负老前辈的栽培，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呢取得更好的成绩啊，不要让万千球迷再伤心再落泪了。